学，学说中国话，学说中国话呀，朋友遍天下。帮帮忙，我实在是想不出那道菜的名字了。取菜名儿，那很简单啊，那汤要是酸辣味的就叫酸辣汤呗。哎，那汤是什么味道啊？那个就是特别好喝的汤，它鲜鲜美美，香香滑滑，那个小丸子吃在嘴里啊，入口即化，那叫一个嫩。小树，我饿了。我也饿。哎，让你们俩帮着想菜名呢。菜名儿，想取菜名的话可以，但是必须得让我们尝尝那菜是什么味儿的。没错。哎，好说，不就是想让小勇请客吗？没问题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喂，哎，小勇在吗？啊，在睡觉呢，都几点了还睡？真懒惰。那麻烦你告诉他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哎，啊，麦苗给我来电话了，什么时候？你打盹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打盹算什么呀？就算打呼噜你也叫醒我呀。是，下次一定叫。那这次怎么办呢？完了，麦苗肯定觉得我是个大懒虫。小伟，一定是麦苗让你来的，我敢保证。刚才麦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没睡觉。这小静呢？啊，他几点过来？哎，橘子有名字了？这还没有呢。那你来干什么？这不饭店吗？来吃饭还不行啊？哦，点菜。哦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谁说我来点菜的？麦苗说了，让你请客。哦，让我请客是吧？我给他打电话。打呗。哎，战线。哎，苏珊，麦苗来了吗？没有，他让我来告诉你明天请客的事。哦，太好了，确定是明天没错吧？嗯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他肖俊他到底几点来？我等着给他录曲子呢。哼。哎，需要我帮忙吗？那个不用麻烦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得找一个隐秘点的地方，不能暴露了身份。啊？偷偷的录？嘘。哎，你老在下面蹲着，累不累呀？有点。那你起来。啊。帮我把酒拿下来。哇。来了，哎，来了，人呢？啊，是麦苗电话来了，说明天请客人数的事儿。啊，他不是一个人来啊？那可赔了。哎，小气鬼！哎，赶紧给肖静打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到这儿。哦。战线。啊？他不会不来了吧？好像来了啊！哎呀，好像没来。你们先打我行不行？这是长得差不多嘛。差远了。喂，啊，肖静，啊，那个小伟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来。你怎么给说穿了？你还让我怎么偷听啊？啊啊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你出卖我！哎，那个萧静说他今天不来了。战线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战线，战线 ，The line is busy。请他给我回个电话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Please tell him to call me back.
用汉语打电话时常用的词语和句子有：占线、关机、请问某人在吗？麻烦你找一下某人。麻烦你转告某人，或者请你转告某人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，或者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萧静还没来，他不太舒服，今天不来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关机了。你打他宿舍的电话试试。占线，那你给他发个短信吧，他开机就能看到你的问候了。你好，请问李大伟在吗？您稍等一下，他在开会呢。那麻烦你转告他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，我是他爱人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来来来，吃。哎，本想跟麦苗一起吃情侣餐，结果来了这么一大堆人添乱。萧静怎么还不来呢？萧静说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。啊，又来不了了？快点吃，成龙赶紧回家。白吃白喝的，你急什么呀？麦苗，慢点喝啊，别烫着啊，多喝点，多喝点啊。太好喝了！哎呀，这个烫的味道太美妙了。嗯。哎，小伟，怎么了？没有胃口了？你明知道我是来录音的。嗯，恰巧弹琴的人没有来，他现在不光坐不住，也吃不下。哎，咱们赶紧吃，咱们赶紧吃。慢点喝。刚才不还说快点的吗？你今天不是说来不了了吗？啊，今天事情提早办完，我就打车过来了。嗯。咦，今天这么热闹，我们正商量事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嗯，给这道菜起名字。是让你起名字，没他们什么事儿。哎，吃这么多了，名字想出来了吗？这他俩喝的最多，你问他俩。我是小学生，我不会起名。嗯，我也不行，我还没喝出味道，我再喝一点。啊，想不出名字没关系，别在这碍事儿就行，回去吧你。你有事儿啊？那咱们就回去吧。对对。不，麦苗，你再坐一会儿。我这事没办完呢，你让我上哪儿去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哎，这菜啊，我吃太快了，没尝出来什么味儿。这为了你的新菜，哎，你让后厨再做一份去啊，是吧？去啊，干嘛呢？去！苏珊，哎，你快点去跟萧静说，说你想听他那个自己新做的曲子，我这边准备录下来。啊，好的。妈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灵感呢？哎呀，没有灵感，怎么也找不着。您别没有灵感呐，这我都已经答应萧静了，我明天一早就给他回信息。哎，说实在的，给古筝曲起名啊，有点太难为你妈了。虽说你妈当年就是当过几年音乐老师，可是在学校教学的时候，不是弹钢琴呢，就是那个脚踏风琴，这一个西洋乐，一个民乐，这。隔行如隔山嘛，这隔着山呢，您不早点跟我说，我这白浪费我两天时间。嗯，
还白吃人家小勇两顿饭。嗯，这吃不要紧啊，吃出麻烦来了。我不给他那个菜起名啊，他就缠着我不放。哎呀，爷爷没水了啊！不可能啊，昨天晚上我刚换的一桶。都被我和乐乐喝光了。对呀，我和苏珊阿姨在那个饭馆里喝汤太多了，一直想喝水。哎，对呀，我昨天喝完那个汤以后也想喝水。看来都一毛病，汤太咸。哎，我知道应该跟小勇怎么说了，赶紧给他打个电话。嗯。喂喂，你好，找见小勇了。啊？什么？他正在睡觉呢。又在睡觉。哎喂，我是麦苗，请你们老板赶紧到我家来一下啊！对，我有事儿找他啊。今天这么热闹，我们正商量事儿呢。他正在睡觉呢。我们正商量事儿呢。我们正商量事儿呢。We're in a discussion right now. 他正在睡觉呢。他正在睡觉呢。He is sleeping right now. 动词前边加上正在正在或句尾加上呢表示动作正在进行。正在正在可以和呢同时使用。老李，到床上去睡吧。嗯，你怎么给关了？我正在看呢。你哪是正在看呀，我过来的时候你正在打呼噜呢。我没打呼噜。不信你问麦苗。小伟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最近忙什么呢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辞职了，现在正在找工作呢。找到了吗？还没呢。小伟，你认识的人多，也麻烦你帮我打听着点，看看哪儿有适合我的工作。好的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你那道汤菜的名字我实在是想不出来。没关系，这不重要。嗯，对，这不重要，但是我的感觉很重要。你对我有感觉了？哎呀，不是，不是对你有感觉，是对菜。这个菜的品质呢，它是更重要的。你名字如果起得越好听，那顾客呢就会有越上当的感觉，所以这样子就会对你的餐馆有影响，明白了吗？你的提醒太及时了，谢谢你啊，麦苗，你这才是真心的帮我呀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今晚我请你们全家到我那吃饭，拜拜。嘿，挑人家毛病还能白赚一顿饭？哎，不是挑毛病，是提的建议让对方变得更完美。只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善意，他一定会欣然接受的。对，我也是。来，各位品尝一下我在麦苗指导下改良的汤。哎呀，味道好极了。哎，小勇啊，哎，我们可只管吃菜，只管喝汤，不管取名啊。只要菜的品质好，没有好名字照样受欢迎。哎，是麦苗启发了他。哦，嗯，我还启发了小伟呢。嗯，哎，小伟呢？嗯，他正在萧静那儿卖弄专业网友的评论呢。哎呦，他可别卖弄得过度啊，让人家误以为他是专家的话，那可就坏了。哎，为什么？萧静在让小伟弹琴呢，不好。什么不好？哎呦！是，下次一定教。下次教？那这次怎么办？苏珊，苏珊，苏珊！大家跟我学，学习中国话，学习中国话，朋友遍天下。不用麻烦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得找一个隐秘点的地方。
不能暴露了身份。啊？偷偷的录？嘘。哎，你老在下面蹲着，累不累呀？有点。那你起来。啊。帮我把酒拿下来。我。来了。哎，来了。人呢？啊，是麦苗电话来了，说明天请客人数的事儿。啊，他不是一个人来啊？那可赔了。哎，小气鬼！哎，赶紧给萧静打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到这儿。哦。占线。啊？他不会不来了吧？嗯。好像来了。啊！哎呀。好像没来。你别吓他，行不行？这是长得差不多嘛。差远了。喂，啊，萧静，啊，那个小伟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来。你怎么？学说中国话，学说中国话，让朋友遍天下。帮帮忙，我实在是想不出那道菜的名字了。取菜名儿？那很简单啊，那汤要是酸辣味的，就叫酸辣汤呗。哎，那汤是什么味道啊？那个就是特别好喝的汤，它鲜鲜美美，香香滑滑，那个小丸子吃在嘴里啊，入口即化，那叫一个嫩。小树，我饿了。我也饿。哎，让你们俩帮着想菜名呢。菜名儿，想取菜名的话可以。但是必须得让我们尝尝那菜是什么味儿的。没错。哎，好说，不就是想让小勇请客吗？没问题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喂，哎，小勇在吗？啊，在睡觉呢，都几点了还睡？打到宿舍的电话试试。占线，那你给他发个短信吧，他开机就能看到你的问候了。您好，请问李大伟在吗？您稍等一下，他在开会呢。那麻烦你转告他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，我是他爱人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来，吃。哎，本想跟麦苗一起吃情侣餐，结果来了这么一大堆人添乱。萧静怎么还不来呢？萧静说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。啊，又来不了了？快点吃，成了赶紧回家。白吃白喝的你急什么呀？麦苗，慢点喝啊，别烫着啊，多喝点，多喝点啊。太好喝了！哎呀，这个汤的味道太美妙了。嗯。哎，小伟。怎么了？没有胃口了？你明知道我是来录音的。嗯，恰巧弹琴的人没有来，他现在不光坐不住，也吃不下。哎，咱们赶紧吃，咱们赶紧吃。慢点喝，你说穿了，你还让我怎么偷听啊？啊啊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你出卖我。哎，那个萧静说他今天不来了。占线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占线，占线。The line is busy。请他给我回个电话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Please tell him to call me back。
用汉语打电话时常用的词语和句子有：占线、关机、请问某人在吗？麻烦你找一下某人。麻烦你转告某人，或者请你转告某人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，或者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萧静还没来，他不太舒服，今天不来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关机了。你打真懒惰，那麻烦你告诉他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哎，啊，麦苗给我来电话了，什么时候？你打盹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打盹算什么呀？就算打呼噜你也叫醒我呀。是，下次一定叫。那这次怎么办呢？完了，麦苗肯定觉得我是个大懒虫。小伟，一定是麦苗让你来的，我敢保证。刚才麦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没睡觉。这小静呢？啊，他几点过来？哎，曲子有名字了？这还没有呢。那你来干什么？这不饭店吗？来吃饭还不行啊？哦，点菜。哦。哎，等等，谁说我来点菜的？麦苗说了让你请客。哦，让我请客是吧？我给他打电话。打呗。哎，占线。哎，苏珊，麦苗来了吗？没有，他让我来告诉你明天请客的事。哦，太好了，确定是明天没错吧？嗯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他萧敬他到底几点来？我等着给他录曲子呢。哼。哎，需要我帮忙吗？